Game Channe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 BC Game Channel 啊！由我 BC Game 今日继续同大家玩呢个足球小将奋战梦幻队啊！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点解会突然间又做个录影咧？因为佢有个新 update， 咁啊，另外亦都有3.5亿，系3500万下载嘅扭蛋啊！咁啊，所以咧，哇，事不宜迟，差抽试一试运先啦。咁啊，另外佢亦都有三位唔同嘅新嘅。法國組合啦，咁唔可以話法國球員，法國組合嚇，咁啊，所以都想睇下有冇運抽到佢，咁啊睇下，應該睇下免費抽唔抽到佢，定係點？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望一望只 game 先。好啦，好入翻個 game 啦，睇下新嘅 update 先啊，咁啊，我睇下先啊，我依個係利用依一個嘅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咧，咁啊，4.5。update， 诶，唔系，剩翻啲声先，系啦，咪一阵静一阵咪咁好啦。好啦，咁首先咧，佢4.5.0 update， 哇，咁好多嘢唔同，即系应该有大少少改咗噶啦，因为最后点零啦吓。咁啊，首先咧，喺天编程画面嘅 parameter 表示咧有少少改动啊，咁转头睇下会入去睇一睇，因为佢有 parameter， 即系天。編程選手入面 parameter 連文效果 bonus 表示 on off 機能可以追加，即可以加與減啦。咁另外連文 rank 上限啦，由40升到41啊，加個 level 咁少。哇，咁另外 user interface 方面亦都改咗啦。哇，等咗好耐啊，我話俾你聽，因為個界限突破好麻煩，所以有啲咧都冇突破到。咁當然啦，嗰啲球員又冇用啦，係咪先？咁終於喺選手畫面嗰度咧。追加咗可以撳落去界限突破啦，咁啊方便好多啦。咁啊，另外 shop 交換必殺技 level max 嗰陣時消費嗰啲能源嗰啲表即係啲表示都追加啦。咁啊好啦 ，formation list 嘅各種 formation 嘅追加效果。咁啊，另外 deck 編程內容啦嚇，咁啊亦都可以個 deck copy 去第二頁。咁啊，亦都追格。其實你加多幾格俾我哋啦，我需要幾格多幾格咯，淨係得咁少。你諗下，依家咁變化咁大，你淨係得咁少，邊夠用㗎？真係，你加多十格俾我哋又差唔多，係咪先嚇？即係你係球會啦，又南美隊啦，又歐洲隊啦，又日本隊啦，亞洲隊，哇！咁淨係依啲都已經幾廿隊啦，係咪先？真係得嗰幾格，真係成日轉嚟轉去，跟住仲有屬性隊喎，屬性又壓咗三格咯，係咪先？啊，跟住之後又混合最強隊咯，啊，真係～加多幾格俾我哋好過啦 ，anyway， 好啦，跟住之後最後啦，咁就係、是、即係比賽緊嗰陣時咧，佢話有啲畫面好細直，咁佢可能即係會有修正咗。好啦，咁另外啦，個 app 嘅 icon 亦都改變咗啦，轉咗咩樣我都冇睇到添。好啦，咁其他仲有少少唔同嘅修正，咁大致上就係咁樣嘅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咁亦都望一望新嘅。よっしゃ決めてやれ！好啦，咁啊，首先咧，3500万 download 下载咧，就系抽泰奈同埋拿破仑，咁啊，比尔就系火金嘅，应该系咪啊？定系就咁普通 step 啊？唔好理啦，转头入去慢慢睇啦。好，咁啊，首先咧，最主要都系抽一抽免费十年抽，睇下会抽到啲咩嘢先。咁啊，如果系嘅话咧，睇下转头整一嘢，因为佢送咗50个波啊嘛，系咪先？哦，唔系免费嘅 ，OK， 免费就系抽。三哥啦，咁啊抽史莱达啦，同埋李华尔嘅，咁啊泰来就30个波，7 step 就有一张新嘅选手确定，哇7 step 喎，谂啦，咁啊泰来就好强劲嘅，你睇下，咁首先就系一个直接揿入去啦，好啦，咁啊睇一睇啊拿破仑先啊，拿破仑咧，咁就首先系攻击前锋啦。
哇！喺後面有個巴黎鐵塔，佢張真係好靚喎。轉頭三十石試一試運，睇抽唔抽到佢先。咁好啦，咁啊，首先咧射門就9378，係啦，盤球就6700，咦？哇，五盤得嘅喎，之後交換，之後做個回傳先至進攻喎。全球就8600，咁啊，哇！真係要撞牆入內，跟住之後射波啊！咁啊 ，defense 方面啦嚇，咁就係鏟球就7800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體能方面咧 ，power 就7000多，power 爭啲啦。咁睇下可唔可以技術搭救啦，睇下撞牆入去睇下又如何啦。好，咁 team skill 方面啦，咁亦都係同平時一樣啦。咁啊，技術性海外全拍啦 ，meta 有冇多啲啊？都仲係得 20%， 唉，真係爭啲。好啦，咁啊，特技方面啦，如果係 combination。技必殺技威力就會再加，係啦，都話撞牆啦，即興 combi 撞牆應該同泰來啦，係嘛？係啦，同泰來咁啊，撞牆入咗去之後咧，就再射波。哇！呢個係三人組合啊 ，combination 嘅射門啊，咁應該要有埋比爾喺度嘅。泰來、比爾、拿破崙，哇，都幾坎坷喎！我諗都要加翻個炮彈射球俾佢噶啦。咁啊，另外直線盤球，我覺得呢個就麻麻地，因為佢盤球方面比較弱啲。咁啊，潛 skill 方面啦，開始多啦，半有3%啦，終於。咁啊，另外半咧，亦都減敵人3%。啊，但半咧點解要加3%？因為有泰來喺度啊。咁但係如果另外減人哋咧有比爾喺度，咁就減人哋3%。哇！呢兩個加埋都相當之強喎。咦，唔怪知佢射門啊，其他嘢嗰啲唔係話想象中咁勁啦。好，咁啊，亦都係啦，雪地就唔受影響啦。咁啊，火市場之抵力啊。總之體力越少，威力越大啊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咁啊有阿泰來喺度咧，咁啊體力咧就會減少啲，上必殺技嗰時再減少啲。好，出翻去睇埋泰來先啦。我落到泰來啦，亦都係中場，但係佢依個射手中場啊。咁啊，首先射門咧，哇，差唔多成萬，黐線嘅，都唔勁嘅，點解？我真係好想抽到佢喎。好啦，咁啊，全球方面亦都十分之不得了啊，有8559啊嚇，咁啊，盤球都有7300，咁啊 ，defense 方面咧 ，pass 級比較強勁咧，有7600啊。咁啊，但系 power 方面就比較弱少少啦，得5200，咁所以加加減減都 OK 啦。咁啊，另外 technique 方面咧有7600嘅。好 ，team skill 方面啦，咁啊，只不過將屬性方面變咗做力屬性啦。咁力屬性日本人五人以上就20%啦，跟住亦都係一樣特技方面啦，必殺技方面 combination 技就會必殺技就會再加威力幾多啊？15%，好勁啊！好，咁佢就冇射门技，所以我諗到时都要加返个射门技俾佢啦。咦，可唔可以加个嗰个叫做回都射球俾佢呢？幾好喎，我觉得都好啦，因为可以挤后面跟住之后，定係有冇第二招諗諗先。好啦，咁 pass cut， 咁佢有 overhead pass cut 啦，咁跟住之后亦都有三人嘅互相嘅短传。哇，呢招就真係觉得比较难用，真係即系又要比尔啦，拿破仑啦，再加埋佢，即系除非真系外国人队加佢落去，真系比较好。咁啊，另外有 international 嘅 dribble 啊，吓半球技。好，半方面啦，如果加比尔咧，咁就全员帕拉米塔多3%，咁跟住半咧，应该系拿破仑嗰边就减人哋啦。睇睇先啊，等佢再碌碌，应该就系拿破仑头先望到，系啦，拿破仑喺度啦。咁啊，對手咧就成 team 就減3%，勁咯！好，亦都係雪耐性啦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全力開咗之後咧，有比爾喺度咧，咁跟住之後開咗全力之後再加10%，咁啊，渾身之力啦。咁啊，總之體力越多，咁啊，帕拉米塔就越高，係啦，最多就係可以加10%。好啦，又望一望埋比爾啦，咁啊，跟住就抽啲免費抽啦。好，望埋比尔火，哎呀，唔记得呢个咪火金比尔添，应该都睇嚟都似啦。哇，成万啊，中场同中后防啊，成万射门啊，哇，佢呢张新比尔真系不得了。但系 power 方面就比较弱少少啊，不过佢始终啊，比尔系一个技术型嘅球员啊，
所以 pass 同埋 dribble 咧都比較都 OK 高噶嚇，傳球方面有8400。咁啊，盤球方面有7000，咁啊，速度上就5500啦，咁啊，踢呢方面就7400几，好，咁啊，亦都再睇 team skill 方面啦，咁啊，到轉咗速速性海外五人應該 parameter 20%，亦都係一樣啦。combination 方面佢應該係加邊個啊？數數應該係加，哦，應該只係 combination 技就係威力加15%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、是、佢有個 slider。Canon Shooter 就同拿破仑应该合体嘅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另外亦都系啦，嗰个撞墙技就系泰莱比尔同拿破仑。好，跟住另外艺术性嘅盘球啊。好，半方面就拿破仑，咁啊减人哋半嘅话咧，就系同阿泰莱嘅，亦都有雪耐性啦，全力开就加10%跟性。如果有拿破仑喺度，佢呢个系点样样啊？望一望先，望一望先。好啦，如果我哋有拿破仑兹喺度嗰阵时咧，只要仲有一点气力都可以出到必杀技嘅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睇下先啊。嗱，既然佢送咗波啦，咁我有300几个波啦，上次好好运啦。首先咧，我抽晒两转，两个 account 抽晒两转嘅。免费抽先，咁啊事不宜迟，抽一抽先。抽一抽，试一试今日嘅运气，运气唔好，听日再嚟。好，这个冇啦。好啦，呢个抽完啦，咁好啦，咁啊转一转 game 先，好啦，好第二个啦，睇咗就唔再睇啦，好呢边 set 熄个声，喺嗰边开翻声出嚟先，冇声嘅，难道呢度我熄咗声？冇声啊！呢边出唔到声啊？点解啊？出唔到声啊？由佢啦，咁唔出声啦，咁唯有我自己口噏噏啦。好啦，咁啊事不宜迟啊，入去即刻抽啦。话诶，我送咗50个波未攞，攞咗先，30石抽一抽你啦。太劲啦！呢张泰莱同埋阿拿破仑，不过要抽实3张，梗系有啲难。即当然啦，你要合体技嘅唔使抽晒3张嘅，但系即哇，但系你啲半嗰啲哇，真系有晒3张9%喎，真系。做咩事啊？弹 game 哎呀，弹 game 嗰阵时咧，咁我呢度咧翻转头睇呢边抽一抽其他嘢先。咁搞笑嘅点解？哦，呢边搞紧嘅情况下咧。好啦，咁我抽抽30石先啦。好，等一等先啊，我嗰边又喺度弹晒 game 咁样。好，抽啦，咦，有6火啊，哎，不过我唔得闲睇住。哎呀，烂晒画面，应该唔中啦，廿枚都冇用啦。好啦 ，Club Games， 哎呀，依家先出声，咁搞笑嘅。好啦，嗰边入紧 game 啦，咁啊听下声先。好啦，既然系咁咧，咁我凑多50石去比尔嗰度啦，免费30石冇就算啦。但好想试下睇下中唔中比尔。咁啊，既然系咁嘅话，送个50石俾你啦。既然你今日送咗50石，
好啦，哇，睇嚟都应该命都冇啦。哦，唔中啊，咁啊算了。哇！经过上次超爆运之后，今次冇运行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咧，就嗱临入去抽埋呢一个免费十年抽，再加三十石就算数啦。诶，点解冇咗个？咦？点解咁嘅？冇咗个免费十年抽嘅？咦？难道佢啱落咗架？咦？我转头研究一下先。咁啊，既然系咁啦，我净系抽个三十石算啦。咦？好奇怪喎！哎呀，唔够着啊！但系，都话啦，唔够着，争啲啦，真。好啦，既然系咁嘅话，咦，有啲奇怪，点解唔见咗个免费十年抽嘅？真系。哦，冇运行，冇运系正常嘅啫。唔分气，入去望多次先。点解咁噶？咦，真系冇咗，咁奇怪嘅。咁好啦 ，anyway 冇咗就算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咧，免费十年抽就抽咗，其他都抽晒啦。哇，冇运行啦，上次太过爆运啦，正常嘅，应该嘅，还翻啲俾 K 粒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谢大家收睇啦。咁啊，希望睇下听日又有再免费十年抽，再拍片俾大家睇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咁啊，希望大家记住订阅我嘅 BC Game Channel 吓，咁啊，多多支持我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嚟，我成为我嘅频道会员吓，订阅我 Facebook page， 跟住之后加埋 Instagram 吓，咁啊嚟紧多啲唔同嘅嘢会同大家玩嘅，嚟紧有新 promotion， 迟啲再介绍俾大家睇听。多谢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